感到伊个地方是点名上帝所在，点名上帝所在。正阳姐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来到伫中华幸福教会。啊，咱拢平平幸福教会。啊，有人问我讲，幸福教会这个名是怎样来？有人讲，啊，都纪念老英国。我讲唔是，我无咧纪念迄个老炮将军。幸福教会，就是信主会当得到永远的福气。所以咱中华幸福教会，你是彰化市幸福里，啊，阮是台南市中西区幸福里，咱拢共你，啊，拢共幸福。啊，我嘛感觉上感谢上帝，上帝给我有足大的福分，因为我有可能伫我人生内面最后一个工作，就是伫幸福教会，所以我的恩典就是幸福。感谢主，啊，阮下早起七点对台南出发，啊，上帝带领顺顺来到这个所在。啊，去年啊，阮欢迎青少年团体到伫阮台南幸福教会，因为咱两间教会是伫1983年2月7日，大家共同签署结做姊妹教会，所以去年是三十年。欢迎你去我遐，啊，31年，安尼阮有去就回啦吼，安尼大家有来有往，我想这个姊妹带感情如何啦吼？啊，感谢上帝，啊，今仔日会当伫这个所在，甲咱大家三个来思考上帝的驾驶。啊，头先咱长老带咱读这个《约翰福音》第9章第10到第30，咱来读《约翰福音》第9章，咱仔细来看。在这个中间，只有围绕着规一个迄个青面人受耶稣基督的医治。咱在这个第9章的第1节，耶稣学生问耶稣讲：“这个人出世个青面，到底是因父母犯罪，还是这个人犯罪？”那你起码你会感觉足奇怪，啊，这个学生是安怎？那耶稣将这个青面人医好了后，再法利赛人要抓耶稣的把柄，去找这个青面人的父母，讲为什么这个人安尼在抓伊滴？啊，这个人是不是讲伊是基督？咱来看第9章内面整个拢归在伊哩迄个追求人的罪啊。当然，伫古约律法的时代。上帝为着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，伊用律法予以色列百姓来遵守。律法是讲你啥物通，你啥物唔通，你啥物是对，啥物是唔对。所以以色列百姓养成讲对甲唔对，所有代志拢对甲唔对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是唔是有安尼？两代我都歹收拢，无管你老话，你唔对，你唔对。大家遐坐对甲唔对？明明这人老岁仔老到要死啊，到底遐坐对甲唔对？为什么？坐对阁是安怎？坐唔对阁是安怎？所以如果咧时代，上帝叫以色列百姓遵守律法，煞后来养成这个法利赛人，这个经学书，凡事拢根据律法，开始咧抓耶稣的把柄，要求人的罪，追求人的罪。这是一个真正真恐怖的代志。今仔日咱台湾的社会，竟然讲我唔好唔对，错都不是我，都是别人错。你都未晓检讨，你都未晓改进。所以耶稣来到你地面上，伊要改变。今仔日你我讲帝国显明上帝所做的，中文的圣经讲上帝的作为，作为就是啥对策嘛，对称嘛。过去上帝为着要让人遵守律法，上帝用公义，所以你若做唔对，上帝的刑罚，旧约时代就是安尼嘛。啊，所以人的挂杯就是因为你唔对嘛，就是你的罪嘛。所以学生为什么问耶稣讲，到底这个人出世的前面，到底是因老爸老母不犯罪，还是这个人犯罪？到底责任是谁嘛？究竟是啥人嘛？
罗马时代。所以天道人背逆上帝，因为甲人讲对甲唔对，足侪人发怒声。但是事实做无好代志，咱知影咱今仔台湾嘛是安尼，足侪七成的人好，发怒真饱嘞，啊足够变坏骨嘞，啊够变坏骨，不一定会做工过，不一定会解决问题。所以耶稣怎样应验成功？无啦，因老爸母也无犯罪，伊嘛无犯罪。上帝是要照着这个人。要显明上帝的作为，所以咱看耶稣伊滴真心性，耶稣配嘴话去雕涂刷，然后挖这个青年人的目睭，讲你去去洗落啊鱼啊，去洗你的目睭。咱咧想，耶稣伊病，咁就遮麻烦。耶稣讲你，迄、那个一个外貌的查某囝啊，迄、那个。查某囝爬起来，啊，就爬起来啊！耶稣要予这个青面人随目光，唔免嘛蒙手，随讲啊，你穿你的目光啊，就目光啊！为什么耶稣要咱做？耶稣佫废话、挑土刷、佫甲土，佫安尼袂使是你去洗了啦！洗了啦，底是哩，耶路撒冷城的东南方，迄、那个吉伦溪边，咱圣经内底有解说，讲洗了啦，就是红车客的意思。耶稣为什么让这个医疗的过程变作较遐尼复杂？真简单，耶稣要让这个人是毋是伊有够遐的信心？这前面人看到下知影下认真的人在对耶稣，伊嘛我耶稣遐来啊。虽然伊是咧偷物件，就是乞食，但是伊嘛抱着一个心，听讲耶稣医病赶鬼会当医好伊，所以才进前来啊。所以当青面人听到耶稣讲你去吉伦溪下这个洗罗亚地去洗，伊无第二步落去洗，叫果然予伊目睭光。啊，耶稣讲，这就是在显明上帝作为。上帝作为到底是啥？咱来读《经格》《约翰福音》内面，咱有发现到，因为咱《经格》福音内面真重要，咧强调天地甲囝的关系嘛。你来读这整个教皇，你来对讲到白甲囝，讲太济，啊，怎啊？上帝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地球上，伊毋是要用律法来救探人的罪，伊要用稳定、甲疼痛、甲医治来解决人的罪。所以耶稣用医治来改变上帝，迄、那个你若做唔对，啊，是甲律法的迄个改变。所以上帝作为历史的。弥赛亚的时代，就是新约的时代，是真做稳定的时代。啊，这个稳定的时代，就你只要有信心，靠着上帝稳定，你就会当得到解决你做的问题，解决你身躯的问题。这就是上帝作为啊！所以耶稣基督照着这个医治这个青面人，要甲人宣告，伊是天父上帝所差落来独生子。要来到你地面上，不是要审判，是要施行赦免。审判当然一定的，将来咱面对上帝的时阵，上帝的确照着大人的行为来审判。上帝因为是保持伊公义的原则，但是伫个过程的中间，上帝予人有机会得到伊的疼。所以整个福音的方面内面，上界重要的就是《约翰福音》第三章十六节，咱知影上帝疼世间人。将伊独生圣子赏赐世间，予今仔信的人未入门，会当得到永远活。上帝要宣告这个稳定的时代来，或者讲上帝作为是啥？是一个稳定的时代来临。你若通过你的信心，你就会当得到上帝稳定啦。所以真简单，啊，所以耶稣基督予这个青面人的意志变作复杂化。伊就是要解，要予人支持大家讨论嘛。所以你迄、那个，约翰第九章内底后来才法利赛人，哦，开始就去找因，因爸母，讲恁迄个囝是安怎，啊，是毋是迄个人讲伊是基督？啊，为什么会当伫迄个安息日内底来医病？因爸母讲，阮囝大汉啦，我也知影。伊要去问爸，伊的这个爸母来入耶稣的罪，然后搁找这个青面人，讲这个人是毋是讲伊是基督？啊，伊为什么安怎？但是咱知影，我著知影，我甲你受医治了，我也知影你要创啥。咱
知影咱巴萨法利赛人一直要找人去做，这个真正是一个今仔日社会内面迄个罪恶的来源啦，罪恶的来源啦。上帝哪讲你？前一日所移动来到地面上，伊是要施行下面伊的，互人会当得到上帝的恩典甲福气。所以上帝作为就是通过人，上帝施行下面，通过人，互人得到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上帝的恩典白白会当得到，你只要通过你的信心，你就会当得到。所以咱该知影，上帝伫各时代。有完施行伊的怜悯，虽然这个青盲人出世了青盲，是一个真可怜的代志。在圣经内面讲，伊去咧做乞丐，因为伊无无神的能力，伊对细汉一大汉到伊大人了后，有完还去咧做乞丐。但是上帝怜悯到伊遐，通过这个青盲人的医治，伫这个所在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子，证明耶稣基督是救世主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也是另外，2013年12月19日，在高雄中正运动场运动场的所在，有举行一个丰盛的人生布道大会，也是另外，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啊，真心实的人，因为这个人名叫做利克福泽，他是1982年出生在澳洲。立刻负责这个囡仔，1982，我才31岁尔。爱出世真心切，没有两只手，没有两条腿，出世就无手无脚。立刻负责，这个人在青少年时阵，捌3遍自杀过成功，但是后来因为信仰的关系，伊来接受主耶稣，嘛接受伊家己。所以咱看到立刻负责，伊会踢卡球，伊会打高尔夫球，甚至会冲浪。做伫东森新闻台甲做伊个专辑尔。这个少年人，伊吃做充满了生命活力。伊到各所在去做演讲，到各所在去报道，伊伫即只一当个中间，伊伫全世界办1500场个报道会。所有世界内底60亿个人内底，有10%个人、6亿个人知影这个人，立刻负责。在那边想，这个人完蛋了，也无手也无脚，要安怎？兄弟姊妹，伊两单情况娶某嘞，娶一个日本医的查某人、查某囡啦。哦，上帝恩待啊！伊到到出来去报道，真济人受感动。兄弟姊妹，照人来讲，这个人的人生是灰暗的。但是上帝照着立刻负责这个人做上盖好的见证，因为伊的信心，上帝伫伊身躯顶做上盖伟大的作为。当然，咱嘛知影，美国20世纪内底有一个真伟大的女性，就是海伦·凯勒，海伦·凯勒。我想对海伦·凯勒，咱有真侪的熟悉。伫1889年6月27日。海伦凯勒出世19个月以后，这个查某囡仔为着脑炎，经过一场脑炎了后，目睭无看见，耳孔无听见。阮经过教会，遮个足古锥的，阮遮个兄弟姊妹男人哦，因足古锥的，但是伊目睭无看见，耳孔另外来特别来，伊个讲啥伊拢有听到。啊，这个海伦凯勒。目睭无看到，耳孔无听到。这个查某囡仔，在人咧看已经废物一个，但是咱知影，上帝照着迄个老师安妮苏利文，伊的贴心，训练这个海伦凯勒去接触到一个外界，对伫迄个水道水开开了后，互伊感觉冷的这个皮肤的感觉。训练伊去听人咧讲话，用手堵人伫个嘴个头前。咱以前捌看到海伦凯勒伫个美国总统头前，伊阁真无客气咧，个手就堵在美国总统个嘴唇遐，伊就知影总统咧讲啥物话，伊嘛学会晓讲话。当然，矮到会讲话，伫咱个盲哑学校内底无算遗憾，因为伊会当读唇，伊会当安怎。所以海伦凯勒一世人到底伊
在1968年过身的时阵，美国尊重伊是20世纪真伟大的人。当初是美国总统詹森嘛，特别推崇希林克莱，伊讲希林克莱一世人是咱美国上代重要的主帅。这个真逆境中间，比较打拼，予人真好的勉励。伊一世人是一个宣道家，伊是一个思想家，一个社会运动者。伊出14本的册，真济人受着感动。我真爱读希林克莱的册。有人问伊讲：“啊，你一世人安怎？”伊讲：“我一生真的小有气味，足趣味个啦。”兄弟姊妹，你想讲安内，你有没有神经病啊？有神经病无啊？啊，目睭无看到，耳朵无听到，你讲足趣味个。但是希林克莱真正予咱看到伊迄、那个坚强个一面，在迄个逆境个中间，上帝照着这个来予人得到鼓励。亲像立刻负责学校，很奇怪。1974年3月7号，在冈山的菜市啊，迄、那个地点的顶端放一个碗碗的鞋啊，也好。有人去看到这鞋啊，伫个地点的顶端，把伊抱起来，发现这个鞋啊没有双手。1974年3月7号，然后就送去派出所，三日了后。送去到六姑三地医院，杨启牧师的所在。啊，伊爸母煞毋知影，所以杨启牧师甲伊的师母杨黄凤英师母两个来收留，食做伊的囝，号名叫做啥？杨恩德。咱大拢知影杨恩德的代志，拢知。我想我无需要加讲遮。但是我的感觉，我来做见证，因为1974年开始到1987年，我有13天伫央行的浸信会做团课，啊，真感谢主哦！建行中了，迄阵在读大学的时阵，来阮教会来参加来个。1974年端，杨文鼎伫一边读幼儿园，啊，我1974年到1987年13天的中间做浸信会的团课。啊，阮的堂工拢有，当时啊，各位拢有一个联导会，堂工的联导会。啊，杨启牧师，伊这个伊迄阵叫做六龟山地医院啦，山地，因为主要要收留山地这个原住民的囡仔遐孤儿，所以伊成立了后，到底杨恩典入去到底伊的医院迄个时阵，差不多有40个现状，40个囡仔。你敢知影？阮十个月堂工会。其中有一个很重要要带到的事啊，咱为着杨牧师甲伊的医药院的需要达到，为着杨牧师甲伊的医药院的需要，一个山地牧师六姑的浸信会吃圣经，一个牧师的薪水有偌济，社里有偌济，足少的，伊要饲30-40个囡仔，干那吃饭你就吃垮了，所以差不多干。各位拢伫迄个所在，到底后一顿要安怎？毋但是讲政策，家己助力自力更生以外，所以阮十遍来咧祈祷会，阮单单的祈祷会拢为杨牧师甲伊的医药院祷告。我印象足深的，但是随着杨恩典入去到伊个所在，头仔哩足细汉 baby 的时代无人注意，到你读国小的时阵，你1989年左右。这个组囡仔佫真心心，用卡的写毛笔字，用卡的画图，佫去参加比赛，佫得奖，引起记者的注意。记者去采访，改专访。这个查某囡仔用卡咧洗头，这个查囡仔用卡咧穿衫，社会注意。迄个时，总统蒋经国看到，开始就是蒋爷爷来了，新闻的焦点佫伫遐。这是八年了后呢？所以后来杨牧师办一遍，阮同工会就讲：感谢上帝，恩典是上帝赐来的天赐，真正上帝替伊解决。唔，若是恩典会当得到，伊迄个所在真好照顾，阁有人做义务来教伊画图，义务来教伊写字，
伫以前细汉的时阵，因为安尼有真侪人甲伊关心。当然，咱嘛知影旧年啊，恁得结婚啦。上帝疼这个查某囡仔，但是上帝嘛解决男女医药院的问题啊。即摆杨牧师师母拢过身去啊，上帝调伊倒转来。即摆六龟山地医药院也都有80个院生嘞，对国是对幼稚园到大学嘞，也有80个。但是我甲大家讲，上帝给因的供应无欠。上帝这个两分钱，正做这个医药院的祝福，正做这个社会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对人来讲是做歹的代志，对上帝伊要显明伊的作为。兄弟姊妹，这是做奇妙的代志咧，上帝嘛听清个啦。除了咱头拄仔所讲，约翰福音第九章见证明的耶稣伊义以外，咱嘛知影上帝嘛通过。这些代志来关心青梅啦，咱来知影，这个青梅的典籍是路易布莱耶所发明的。路易布莱耶，这是一个法国人，伊伫巴黎的东方一个小镇，叫做考普瓦利这个小镇，这个小镇还佫有这个布莱耶纪念馆。这个布莱耶出世于1809年，因老爸咧从啥咧做马倚。迄皮咧做棉花，啊，所以棉花内底拢爱有迄针啊，哎，针啊，佫真新鲜哦。兄弟姊妹，咱有看见迄个咧做皮的针啊，都有一个钩啊，对无？针皮了，啊，线钩的凸出来嘛，啊，针啊足尖的，啊，都有一个钩啊。这个细汉的布莱耶三岁，因老爸伫遐咧做棉花，啊，囡仔嘛地刀鸡啊，迄个针啊，迄个有钩的针啊，佫伫遐耍，啊，无注意。对家己的道理动入去，动入了道理签名。第二单正瑞也签名，三四岁囡仔开始失明，伊老爸无法度送伊到天主教的遐个算残障的囡仔收容所。遐个媳妇遐个媳妇足疼这个布莱耶，教伊下趟以前，教伊弹管风琴，所以布莱耶是。在伊的成长的过程，伊是一个大提琴的演奏家，啊是一个管风琴演奏家。但是这个部分伊并无足出名，但是伊会当生活，伊有一点参加一个会，拄好有一个法国的海军的军人来到伫伊迄个所在演讲，伊咧甲伊讲，阮海军吼，当然军队咧接触的时阵，你爱保持秘密对无？我讲的话，若去互对敌听到，还著惨啊！哦，所以他们有啥密码、啥物个安尼？伊讲，阮海军哦，要安怎传递消息？阮是用迄个卡纸，有迄个卡纸，啊，阮一个卡纸内底分做12个，啊，12个内底顶无共款的所在，来代表无共款。我想咱兄弟姊妹来读，迄个有做童子军的人，做童子军还佫有啥旗语对无？啊，120安尼，我袂记起来是嘞。迄个海军咧讲，伊是用12个。这个布莱耶上有12个消防站呢，所以后来就改做6个，一抓3个，哦，就是华裔2个，啊，滴个3个，啊，2×3等于6，啊，无同款的位置表示无同款的符号，所以那个后来伊叫做布莱耶代码。这个布莱耶代码发明了后，伊本来是要用这个来记伊的脚步，用这个来传递伊的想法。但是真可惜，当初时的人也无法度通接受伊这款的观念。虽然伫1821年就发明这个布莱耶电子化，但是一直到底1879年，迄个柏林的盲人教师的大会，大家讲啊，无咱来采用布莱耶电子化。到1887年，他正式通过布莱耶电子化，成为世界公用。公认的盲人点字，假设盲人的教材，布莱耶不听，迄、那个针啊害伊，但是伊后来咧做点字的时阵，针啊咧做个。啊，布莱耶发明这个，对以后这盲人有真大的帮助。1887年，世界公认布莱耶点字法，假设世界所通用的，
这一代，咱高慧英牧师，咱知高慧英牧师是1870年来到台湾。我去年在新台办一个论坛，因为去年1913年，迄厦门因字典印出来，啊，去年是2013年，所以去年拄啊好刚字典100天。啊，我含过来个学术界人，啊，甲新台大文系，啊，阮有办一个论坛，毛且推行真成功个越南个学者来。啊，所以阮伫迄个所在特别咧讲到即个点子，讲到个即个罗马拼音。啊，所以即、這个甘伟林牧师是一个足疼主佮疼人个。1887年，拄啊甘伟林牧师第二遍返去英国，咱知影宣教士一段时间来返去休假。讲休假是好听啦，是嘞，当然爱报告。他所以是将我教会扯出去的，伊若回来了，将我教会所有教会，伊拢爱去报告。我到底做啥物代志？福尔摩沙的这个宣告到底是安怎的成功？伊爱讲我这兄弟姊妹知影。啊，1887年，他上帝足意料，拄啊才开始咧流行点子法，开始咧注意迄个盲人的代志。咱嘛知影吼，伫白水溪事件的时阵。甘伟林牧师险点仔死掉无？啊，后来是一个青年退死啊，一个盲人退死。啊，所以甘伟老师对台湾福尔摩沙这个盲人哦，有足大个负担啦。所以1887年当英国当所在开始咧推行这个点子法的时候，这个甘伟林牧师想着啊，我应该借这个机会，甲这英国教会讲。阮福尔摩沙，你是毋是讲台湾嘛？是嘞。阮福尔摩沙有足侪千面人需要，恁为着这个方向，唔但是安尼，既然在咧流行哦，迄点子的车一本一本一直印出来。所以两年了后，1889年，甘伟林牧师唔但是无着一笔钱，嘛摕足侪个点子车倒转来台湾啦。佮经过两年，1891年，清光绪17年。伊就是台南一个红公司设立一个千面人的学校，名叫做信武堂。咱知影清朝迄个时阵，哪拢文言文啊，还袂白话文啊。啊，迄个信武堂，迄信就是教训的教，迄信教信的信就是教士啊。啊，古是啥？顶悬一个打鼓的鼓，下底是木啦。咱知文言文内底讲鼓就是盲人啦，伊讲是信武堂。1891年哦。感謝上帝，我哦，咱台灣先進啊！以前咱台南才敢若中興大學，哎，中興中學，甲新南人生恁名咧。迄个时阵，拢还阁私塾咧、私学咧。迄阵并无有真正正规的学校咧。哎，甘伟林牧师竟然设一个盲人的学校伫台南，这是台湾特殊教育的第一个，嘛甲世界同步啦。恁有法嘛有咧？所以咱台湾这个蒙人的教育不是落后嘞，咱到迄个时阵是对着时代潮流。所以1894年，甘伟林牧师第一日记来这讲，我为着第二遍休假，带倒转来不然本的点子册，献上感恩。因为有这个点子，伊的课业才会当上啊，对不对？你若无课本，你要怎上课？啊，课本是啥？盲人课本是啥？点子。所以有著安尼，你看，甘伟林牧师设立台湾第一个青年学校。当然后来，因为这红公司的作用到期，啊，甘伟林牧师嘛袂当完全放弃这个盲人教育。当然后来，伊十年了后，伊开始搁有野生哦，搁开个慈惠宴，唔是干呐青年尔，搁含下到做聚会，啊，就开个慈惠宴。啊，伊袂晓当做，伊从叫日本政府，伊个日本人来啦，叫日本政府来接。也是叫做慈惠院，就是今今仔日台南的盲人学校。啊，几当前了，我上帝借着甘伟林牧师去关心这青年人的需要，咱台湾人青年人真正真幸福。为什么幸福？因为甘伟林牧师所做的这个代志，跟阮台南英国教会有真深的关系。阮英国教会的奉献者廖红。伊1890年出世，啊，阮这个教会就是以前的厝啦。伊5岁的时阵出票，咱知影出票，大家出耳朵啊，出耳朵安尼，啊，结果伊出票出耳目睭，
目睭发亮，伊个老母用香符甲伊顾目睭啦，无顾无要紧，一个顾，两日目睭拢清明。九月的时阵，就送一日到伫慈惠院，去旁边写下去读册啦。感谢上帝，这个了哦，足认真，所以入去读册了后，到十五岁的时阵，甘为林牧师引带伊信主。到十九岁，伊伫榜雅学校毕业，因为成绩足好，日本政府保送伊去东京，迄、那个高等榜雅学校。咱知一句时来讲，高等就是大学来啦，就是伊即摆读迄间个学校，就是即摆筑波大学。日本的筑波大学，东京筑波大学，伊伫迄个所在五工，摕着大学毕业，倒转来台湾。你若像一个青梅人哦，甲另一个人去东京，伊倒转来了后，倒转来无效，伫遐教册。哦，大前四年的时阵，倒转来无效教册。伊是一个台湾的老师，当然伊对着这台湾的盲僧哦，足疼的。但是咱知，迄阵的日本的老师吼，对台湾看袂起，啊，有当时啊，人生来搞坏，来修理啊，啪！啊，这个条王看到、听到这个老师咧修理囡仔吼，心痛。当然，徛伫迄个公司的立场，就甲伊的公司股份讲起来啦，用爱的教育啦，日本老师哪无咧插伊？继续推，所以伊也站袂住，七动了后，伊就死。伫大前十一年，伊失去这个老师，伊失去老师了，伊感觉伊的责任足重，所以就倒转来教英国教会这个所在，就设立一个针灸院，将这些青梅人，你若善良，我拢来我遮，我甲你教，教你抓人，教你针灸，哦，啊，这针按院啦吼，针就是针灸，啊按就是抓人。啊，因为伊是有受到专业的教育，所以伊所教的学生程度真高，所以参加日本政府的这方面的检定拢会过。啊，你若有牌吼，台湾人无钱通往掠人啦，拢遐日本的这官员拢去掠，当然安尼成就就袂歹。所以这个廖峰，伊就是伫迄个所在，虽然伊无了后教书，伊搁倒转来免费教这的学生，唔来是教学生，伊深深感觉上帝足。伊信主了，伊当讲我一个青梅人，今仔日有做安尼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若是要青梅人有工作，伊嘛关心青梅人的福音啦。啊，所以经过日据时代，然后到国民党政府来，廖峰先生对亡人的关心一直拢无改变。迄、那个关心，毋但是无改变，伊阁感觉亡人。需要有一个聚会所在，因需要去做礼拜，所以因带一个人。当然，迄个时阵，伊用伊的家族发动，伊的家族发动地方的资源，伫迄个所在来做关心亡人的工作。所以，若到了拜六的时阵，伊遐的后生、查某囝、新妇，甲伊遐的孙仔较大汉的，拢落去，迄青年人来，拢落发钱互因坐车呢。盖大先是发三轮车的钱。后来发觉计程车的钱，因为对1961年开始就设立台南亡人福音会、台南亡人会啊，台南基督教盲人会，专门引带这的人来做礼拜。但是迄阵无教会啊，所以也伫太平间聚会过，嘛伫公路信教会聚会过，嘛伫国语礼拜堂聚会过，啊嘛伫民族路聚会过，拢总有18天。这些亡人走来走去，知影，我教会并无欢迎亡人去啦。所以到伫1972年，廖峰受主封，奉主分调81岁，伫伊晚年的时阵，捌甲伊的细汉囝，迄、那个第三囝廖清源安尼讲，讲这些亡人需要一个固定的所在。所以后来咱这间厝吼，若改建了后，一楼爱加做亡人的教会。所以这个细汉的后生听伊老爸话，所以当廖翁受主分调了后，伊这个后生就开始来改建，即嘛英国教会这个所在，对地下室起到4楼，但是真可惜，伫1978年，
伊即个细汉后生煞破病来过身，啊，伊个新妇真贤惠，真体贴。伊知影伊个大哥甲伊个先生对亡人有担当，所以将即个厝完成。毋但是完成，本来是讲干奉献一楼尔，干脆对地下室到四楼全部奉献。1979年，因某感恩才成就。你看即个亡人会有18天个时间流浪。当然，迄个教会成立了后，这30几天，我嘛经过真济调整过程。因为迄个时阵，台南教会认为，恁这奉献者要加一亡人两字引入来，伊讲教会袂使甲规定亡人做礼拜尔，所以从这个亡人提掉了后，后来的传道者煞认为讲，那既然无亡人，啊，我就来改做一般教会，啊，所以亡人受着委屈，因为亡人煞离开。啊，教会算慢慢来减少。当然，你个教会是一个台南市上界中心点，因为阮住伫中正路甲永福路的交界的所在，迄是台南市上闹热的所在。但是实咧，阮伫行啊，地皮33平，建皮80平。虽然有牧师真爱发挥，发挥不下来啦。所以教室慢慢来减少。当然后来，阮遮的工人年份愈多。啊，按摩嘛，毋是变作亡人的专业，煞变作安怎？亡人煞变作少，啊，教会嘛变作少。所以，我伫2007年聚会，佮降落来做聚会，做民族路的聚会。所以，即英国我才有机会去英国教会做团队，因为我是民族路，哎，无回台湾过。哎呀，你即嘛你也想，上帝照着廖凤即个人，伊对甘伟林牧师也所领受的。伊开始关心亡人的工作，你看有偌济人因为安尼得着福气，因为亡人了咧可怜啊。如果伊的心灵的顶端也无得着安慰，就较可怜。所以阮今仔来遮的，阮的亡人的遮的兄弟姊妹，拢足好水烟的。虽然伊目睭无看着，但是心内足喜乐的呢。伊无平无怨叹家己呢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意志。上帝是照着耶稣基督的疼，伊逐世代兴起，伫每一个人来互人得到祝福。无管是立刻福泽，无管是黑人客啦，无管是杨恩典，无管是甘伟林牧师，无管是廖峰，因为阮相信，上帝要照着逐项事来成就伊的救恩。所以咧，有伫遮个代志的顶端，结尾我要来讲。罗马书第8章28节讲得真好势，讲咱知万人事3:6，互疼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着伊定着的旨意来受着的。你相信上帝，你的信心虽然你现在毋是六下登手，身体足严重。检查你有参观，检查你有真侪不足的所在，还是检查你有啥物病？当咱有啥物病痛的时阵，卖媒体怨地，拢是伊害我。咱开始讲，上帝让我面对这个环境，我若有够力疼上帝，上帝要照着伊的万观念，显出伊的作为。要因为真侪人得到利益，所以真欢喜。甲咱的姊妹教会三甲无聊。你若有机会来台南，无管你一个人来、两个人来，礼拜日会使啊，10点，阮基督教会欢迎你来做礼拜。你来到阮遮的房前，会当用点字伫遐唱圣诗。阮有足古水的遮的兄弟姊妹，欢迎恁来，也多谢恁今仔日阮有机会来，愿上帝祝福咱大家。今日咱无管啥物款的环境，万人事斗斗来，听不要紧，拢是要听上帝。给人得到利益，加上爱。亲爱的天父，我又再一遍感谢你。你伫历代通过济济圣道去见证，我阮知影，虽然阮有当时也真欠缺，有当时啊，阮有当时真正无够力，但是上帝要照着阮这个软弱的人的根源，要显明你的作为，因为阮要因为阮的信心，伫上帝伫阮的心顶放大。予济济人为着安尼想着祝福，阮看到遮个信仰的前辈佮模范，
毋通我会坚固我的信心。虽然阮即马检查有两只，虽然阮即马检查真济不足，但是阮知影上帝有来听阮，毋通稳定满满伫阮大家中间，特别稳定满满伫中华基督教会，为伊名所设立的，毋通上帝为伊拣选，为伊拣选一个你敬重的工人来这个所在服会，互这个教会荣耀你的名。我的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